主料：土豆400克，豌豆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好食材：去皮洗干净的土豆、豌豆。土豆切成条，放入清水中泡半个小时，再拿起来洗干净，可以去掉多余的淀粉。热锅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土豆，土豆慢慢翻炒5分钟，这样再加入豌豆，加入适量的盐巴，加入盐后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土豆切好再用清水泡，是为了可以去掉多余的淀粉。还有要土豆 Q 粉的话，炒的过程中不能加水，慢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